们好好比一场。住手！你的武功是从哪里学的？二郎山。什么人教你的？一个老头，无名无姓。你可知道在那二郎山上发生过什么事情？那是古战场，死了不少人。不错，大宋名将杨继业、杨令公就是血洒二郎山兵败殉难的。这与我有何关系？我想教你枪法的，必定与令公有血亲之谊。他躲在山里不出来，然后遇到了你，见你是个可造之才，就把杨家枪法传授给了你。只可惜，他只教了你枪法，却没有教你做人。不许侮辱我师父！我无意侮辱他老人家，只是替他觉得可惜，替他的杨家枪法觉得可惜。我再问你，你的这个姓是原有的还是改名换姓的？是我师父帮我改的。老师父指望你学了杨家枪法，再兴天伯府的声威，没料到你不曾为了朝廷兴衰而知干戈，却为了杀人劫财而操戾气。你把杨再兴变成了十足的杨毛子，愧对杨家将，愧对杨家枪，更愧对如此堂而皇之的名字杨再兴。好了，别再说了。我杀了你弟弟，来替你弟弟报仇。岳翔的死，死于他的鲁莽，死于他的武艺不精。上了战场，不是你死，就是我亡，这是兵家常事。我恨你，但是我不怨你。你走吧，宇飞。我杨再兴。七岁习武，十岁杀人。我不懂得什么叫忠义，也不分什么是黑白。可是你的一番话，深深的刺痛了我。叶大哥，如果你不嫌弃的话，
上这颗人头，以后就归你管了。先知已至，撩挑刺裸，顺利逆行，剑走偏锋。剑阵托自奇门遁甲，用的其实是障眼法，将一套剑法分由几个人共同操练，把敌人围在中间，剑阵流动，同时出手，密不透风，威力无穷。一个精妙的剑阵能抗击万千军马。师父，那剑阵如何破解？所有的剑法强弱互参，必有其弊。记住，静心一念，不为所惑，观其行，锁其力，唯心一事，断其意。喝了这杯中酒吧。
岳飞，你来我营中抓人，而且抓的是韩某的七弟，这在我营中可是破天荒的头一遭。韩某呢，本想刁难于你，不过你破了我的五行阵，我佩服你的武功和胆量。梁再平之事，我想为他求个情。现在江山不稳，社稷飘摇，朝廷也是用人之际。梁再平是我的得力干将，我想请你高抬贵手，放他一马。韩将军，此事岳飞做不了主，岳飞只是奉命行事。如今朝野混乱一团，各地政令不通，为何拿我开刀？我听说宗帅一心想着北伐大计，这个时候拿我开刀，对他有什么好处？岳飞听说的倒是，各路大军拥兵自重，不从朝廷号令，自靖康之后，军纪日益败坏。韩将军是深明大义之人，若您能亲为表率，何愁北伐大计不成？听上去蛮像宗帅的口吻，不知道是他教你的，还是你自己想出的来糊弄本帅。岳飞不敢胡言，靖康之耻，亘古未有。如此奇耻大辱，任何一个胸怀热血的大宋男儿，都应该以收复失地、迎回二圣为己任。否则，我们还有何颜面存活在这破碎的山河之上？再为难他了。既然岳飞心系社稷，咱们也不是不明是非之人。虽然再平是红玉的亲弟弟，红玉也不会以私事而非公法。九泉之下，也会为再平感到骄傲的。多谢韩将军、韩夫人深明大义。岳飞回去之后，必将实情禀报给宗帅，请宗帅为梁统治求情，争取从宽发落。统治进来。是。岳飞得罪了，自干一杯谢罪。且慢，
等进入行伍，早已将麻革裹尸视为儿常。可事到如今，汉某还是逃不过这个情字。岳飞啊，我等与这些如狼似虎的金人作战，有几个能活得下来的？今日我夫妻二人与再平是绝缘，与你可能也是绝缘。来人，看，上酒，上好酒。是。来，兄弟，喝了这碗酒，算是解解。辛苦，梁同志请到了。岳兄弟，你可真不容易，王四成先走了一遭。托大帅的护卫，这枷锁还是韩夫人亲自替他戴上的，交与大理寺处理吧。好，来，压下去。也就是你，换了别人怎么会有这么好的结果？一言难尽，还有些事情我要亲自向大帅禀报。好，你让我连结河北河东的忠义之士，我大概算了一下，这是怎么了？有120。李相来了，这些人两个老的见面就吵，这会儿越争越火。我有一个条件，大帅的身子骨不宜再争，必须给我足够的粮食。是啊，可是他们能听咱们的吗？哎，早晚得争出事来。争来争去的，争什么呢？哎，还不是老掉牙的问题。老帅主张北伐，李相主张固守，谁都说服不了谁。
其实这些事儿也用不着争议。作为军人而言，罚得了罚不了都要被罚。作为朝廷命官而言，守得住守不住都要固守。职责所在不同，自然所抱的主张也有所不同。我们现有的粮饷朝廷都不够用，我上哪儿给你弄120万呢？你不给我粮食，我拿什么去北伐呀？此事我们要从长计议。我们现在有时间从长计议吗？你到城墙上看看，哼，金人的旗帜就要飘到这里来了。宗帅，你别着急呀，金人是虎，我们也不是羊啊。他们想要一口吞下汴京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。现在金人士气正盛，我们此时北伐还是太冒险了。我以为还是先固守边境，等时机成熟了在燕赵之地一步步的稳稳的走。两位皇帝已经一步步走到冰寒之地了，我们还在这想着稳，还想一步一步的走。呵呵，要是这样，大宋早就衰亡之前了。宗帅啊，慎言慎言。我知道你不敢说这句话，可是你的心里没有这种担忧吗？难道我们的皇上愿意被金人凌辱吗？哼，我心里明白得很。我上了那么多的折子，皇上每次批下来的都是那几个字，什么审官行事不宜妄动了，什么仍宜持重，先不要挑衅了。其实这几个字都是出自你口。就算出自我口，那又怎么样？我知道你千方百计拖住皇上的腿，不想让皇上做北伐之想。哼，我要是不了解你的处境和苦心，我会把你当作金人的奸细来看。宗帅呀，你一点也不了解我的苦心。打了这么多年的仗，拿什么钱北伐？北伐伐成了，咱们能在上京守多久？北伐伐不成，金人满山遍野滚滚而来，咱们还能向南方跑多远？你若不伐，你怎么能知道成不成呢？怕这怕那，军心早就乱了。亏你还是个老行伍，打仗取胜关键在一个算字，不算准了，土法无功只能让老百姓受罪。算尚且不知算，不会算，不经言语算算算算，整天整夜你算去吧。老夫撂着一句话，我活着忠义之君可以筹到100万，我要是两眼一闭两腿一蹬，忠义之君就会七零八落一呼而散。那是你把自己看大了，长江后浪推前浪啊。哼，是吗？你躺下了不必愁，领导北伐的人前赴后继多的是。你让我看明白队伍在哪儿，粮饷在哪儿，河北河东的忠义之士在哪儿。我还是那八个字，听候指示，审夺前进。好好好，审夺前进不就是严禁前进吗？李刚啊李刚啊，你就是让金人吓破了胆子。有你这个窝囊废的李刚，大宋还想什么迎二圣回京啊？还想什么收回故土啊？还想什么？总帅呀、啊！来来来，喝口水。来来来，总帅。来来，喝口水啊！看你。哟，大哥回来了。大哥大哥大哥，此行怎么样？韩世忠夫妇倒是深明大义之人，不过那个梁再平倒是颇有些冤枉。我已经向宗帅禀明了，宗帅当即表示要替梁再平讨回公道。哦，不过什么？不过老帅连上了24道折子，
有的被李刚拦着，有的被汪不厌拦着，有的被皇上给退回来了。宗帅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差了。老帅年岁大了，照这样下去怕是挺不住啊。哎，咱们能不能想法子去帮帮老帅？可咱们人微言轻，使不上劲儿啊。哎，我有个主意，老帅一马当先，咱们咬着他的马尾巴过河，来个出其不意，先斩后奏。那怎么行？我看不妥啊。在归德的时候，皇上找我闲聊，让我多方面打听民间的消息，写信给他禀报。我琢磨着，我可不可以给皇上写一封信，告诉他民间对北伐的想法。好啊，大哥，你写，俺给你1800，保证送到皇上手里。嗨，想当初这皇上还没有登基的时候，他这么说可能是一时之感慨，可现在他当上了皇帝，你们想一想，一个武功郎给皇上上书，于情于法似有不妥呀。哎呀，什么妥不妥的，现在要紧的是要讲实话，皇上身边没有人敢讲实话呀。他现在被困在汪伯彦之辈的手掌心里，那能有什么长进，有什么见识啊。哼，老帅要是被人欺侮，我牛伴第一个不干。不错，那万一皇上要是怪罪下来，该如何是好啊？眼下我军士气正旺，金军望而生畏，可朝廷却使出这样一个托字诀，助他人而劳我师。如果再这么下去的话，军心必散。管他妥不妥，先写了。陛下已登大宝，社稷有主，以足伐敌之谋，而秦王之时日急，彼方魏武速弱，以乘其待击之。冬季降临，二圣身陷牢狱，暗无天日，积千送福，食无果腹，衣不蔽体，苦不堪言。皇上，汴京留守800里加急。原来是岳飞给皇上的书请书。可是这武功郎怎可给皇上写书请书啊？可能是岳飞他遇到了什么难处，要朕为他做主啊。来，赶紧念给朕听。遵旨。陛下已登大宝，离原有归，社稷有主，已足以北伐金人。目前秦王之师日益壮大，兵势日益强盛，金人以我大宋素来积弱，未必能敌，我军正以乘其不备而击之。你说岳飞这个小子真是近墨者黑啊，跟老帅当差不久，连说话的腔调都像他。而李刚、汪伯彦被说下去啊。而李刚、汪伯彦被不能承陛下之意，恢复故疆，迎还二圣，奉车驾日以南，又令长安、淮阳、襄阳准备巡幸，
有苟安之见，无远大之略，恐不足以系中原之望，虽使将帅之臣戮力于外，终无成功。有苟安之见，无远大之略，这说的不正是你们二位吗？为今之计，莫若请车驾还京，罢三州巡幸之诏，乘二圣蒙尘未久、鲁学未固之际，亲率六军移离北渡。如今天威所临，将帅一心，士卒作气，中原之地指日可复。这哪里是岳飞所上之书啊，根本是老帅所上之书。亲率六军移离北渡，写得如此雄浑，如此悲壮，看来就算是老帅亲自执笔，也不会比岳飞所上之书高明多少。说我们两个不能成陛下之意，不能惜中原之情，那谁能呢？难道是那个老糊涂宗泽吗？他能行吗？李刚，你对此书有何看法？子非鱼也，何以知鱼之所游也？臣一生所求是仰能朝天，俯能立地，一生毁誉岂是年轻气盛的岳飞所能辨明的？岳飞不过是区区武功郎，竟敢如此之诋毁朝廷命官，此风一掌，乌暗四起，朝廷永无宁。岳飞归队，张所立即提拔，把岳飞在停职前的修武郎升至武义郎。建炎元年的九月下旬，元帅张所命令王彦率岳飞等7000人过河交战，王彦岳飞所向披靡呀！此时皇帝赵构他的心态又发生了变化。皇上，皇上啊，皇上，康公公回来了，康公公回来了。皇上，见到太后了吗？见到了，见到了。皇上啊，您瞧瞧，这还有太后给您的亲笔信呢。长灯，长灯！哎哎哎！关山魂梦长，三夜因戍守，两鬓可怜去，只为相思老。跪罢碧纱窗，说与人人道，真可别离难，不以相逢好。母亲，我的母亲，行进江南，仇杀矣，不与离人欲。皇上，您可要节哀呀，这事要让太
太后娘娘知道了有多心疼啊，皇上。太后初为我母，因公职不一，她连抱我一下都不惜。到六七岁时，因我体弱多病，太医不许我与任何人接触，娘来看我都站在十尺之外。后来我长大了，宫中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他犯了宫规，被打入冷宫。我们每一次见面，每一次见面只有一炷香的时间，而且要站在十尺之外。等我成家了，我们有好日子过了。两三年的光景，只有两三年，他现在又天涯漂泊。我们母子之缘到底为什么这么薄？我们到底犯了什么错？我现在在这里养尊处优，而他在异乡受苦。皇上，皇上，你可要保住龙体，你保住龙体呀！已经有言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。到底我们大宋赵家是积善之家还是积不善之家？为什么享誉庆何其之少，而遭余殃又何其之深？皇上，老奴啊，去了趟北京，他们呢正在犹豫打还是不打。皇上，要是接太后回来，您可要早做决断呐。江山飘零，满目疮痍，今人食我之骨髓，又何必杀鸡取卵？我们大宋的银库还有多少银两可以给他们拿？皇上，满不满足今人的胃口是小啊。微臣听说那张所张大人已经派部下渡河作战，这要是得罪了金人，皇上的欲完人伦之礼那可就是难上加难了呀。张所大胆，他肯定是听了那宗泽还有李刚的蛊惑，赶紧叫他回来。皇上该怎么干？听皇上明示。你们看着办吧。走，开打，快点，快点，走，快点走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跟上，走，老实点，跟上，快点，快走，快点，走，快点，别磨磨蹭蹭的，快点，快点走，快走，跟上，太过分了。他们不是畜生，有些人连兵都不是。这些人为了向朝廷邀功，走，抓平民百姓来邀功。快点，大哥，走，我去找他们评评理。张信，走，住手！他们是人，不是畜生。王将军，军中暴虐盛行，侵扰百姓。我知道。那请将军以军纪处罚他们，以儆效尤。怪不得他们讨厌你，我一直不清楚，现在明白了。末将是为部队着想，人人都为自己，你再为部队着想，那你就是个艺术。他们私下里排挤你，你再为部队着想，如何施展手脚？如果人人都是为了自己，那人人都不能施展手脚；如果人人是为了收复失地而克己奉公，那部队人心齐，泰山移，岂不是更有战力？有这样的部队吗？择其优而用，打金寇还得仰仗他们。倘若金寇打来了，我靠你岳飞一个人，行吗？良莠不齐，赏罚不明，只会损耗部队的战斗力。金兵要是来了，
几员大将也不够啊，你管得了军中，管不了朝廷。将军，将军此话怎讲？张大人被撤了，这是为何？当今皇上还跟你说为什么吗？一句话说错了，说撤你就撤你。是不是因为张大人叫咱们过河？谁过河，谁就踩痛了皇上的脚。咱们夺下了新乡，上面正打算断咱们的粮，绝咱们的源。这打的是什么仗？张大人他被撤了，想去看，赶紧去吧。鱼，岳飞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末将听说张大人被罢官了，特地前来探望。什么被罢官了？别说这种丧气话，如今朝廷奸臣当道，断了我三军粮草，我是要面见圣上，为何朝令夕改？我要替三军将士讨一个说法。大人，要不还是我陪你去吧。不用了，你跟在岳飞身边我就放心了。记住，好好跟他学习，知道吗？是，末将明白。岳飞啊，渡河作战殊为不易啊，我走之后你们可要坚守阵地，千万不要让金寇再打回来。若是金人打过来，那只能说明岳飞死了。好，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。我不在的时候你有什么问题就找王爷，你我就此告别了。末将明白。将。皇上叫你和哥哥去干什么呀？还不是那些事，打还是不打？皇上在犹豫什么？我吏部太懦弱，一直跟皇上说，大宋就像沉睡的猛兽，一旦激怒了他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他是说，武官城的两个皇帝吗？我看不出猛兽在哪里。这是他一厢情愿，他以为赵构会以父母为念，殊不知赵构如果真会为了父母什么都不顾，当初他就不会不救汴京了。照我分析，过不了两个月必打。那你去吗？我要是去了，只能是你哥哥的部将，我想做三军统帅，让你风风光光的住进汴京城。我说的话你都记得？你喜欢的事情我从来都不会忘记。你现在就把一件事情给忘记了。谁啊？我可以进去吗？二太子，二太子，请进，请进。倒茶。
您深夜至此，有何贵干？你想家吗？我想让你回家。什么？当真？今天詹寒又去见皇上，怂恿皇上再次出兵南侵。那皇上答应了吗？老四帮着詹寒说话，皇上又听老四的，我也没有办法，我只能请皇上暂缓出兵，等到秋天天气凉爽再起兵伐。那二太子让我回家的意思是？你那么聪明，应该才想得到吧。二太子让我回去劝说小皇帝缴械投降是吗？秦桧啊秦桧，你明知道赵构爱他自己胜过爱他的娘和妻，你还这样跟我讲话，你们男人就是花花肠子多呀。在下不敢，在下不敢，在下不敢。我跟你明说了吧，我不指望赵构能够投降，也没指望他能做出多大的让步，但是此次你南去之后，我希望你我二人一南一北能够促成和议。就像你说的，南人归南，北人归北，咱们互相依靠，共享富贵。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多谢二太子再生之德，秦桧肝脑涂地，来日厚报。你明日便走吧，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？二太子，在临走之前，我想见韦娘娘一面。秦大人，秦大人救命啊！哎呦，秦大人！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罪臣秦桧给太后请安。乱兵作恶，何安之有？哀家生不如死。太后，一人可以治百勇，一静可以治百动。若太后可以隐忍沉静地过日子，一定会化险为夷，苦尽甘来的一天。你这张嘴呀，难怪二太子都处处护着你。有人让我们哭，我们偏不哭。古语说得好，忍难忍之事要有力而无气，就是说遇到困难的时候要多使力，少生气，处难处之人要有知而无言，遇到难应付的人的时候要多体会，少说话。孟子曰：人有不为也，
而后可以有为，太后定能有力而无气，亦定能有知而无言。秦桧为太后卜了一卦，乃上上大吉也。胡诌乱讲吧。患难之间，情谊非比一般，恐怕日后太后也难以再听到秦桧胡诌乱道了。敬卿，此话怎讲？以前种种，譬如昨日死，以后种种，譬如今日生。哀家更听不明白。任难任之时，不是要使力乎？处难处之人，不是要闭口乎？下官这两天就要闭着口，使力开溜了。开溜？溜向哪里？自是江南健康府。你此去健康，关卡重重，你一个人走得了吗？非微臣一个人，家小一起跟着走。没想到你好大的胆子。太后容禀，今日我秦桧若继续留在北地，就会委屈而死，冒险不成，做了俘虏，也是受刑而死。横竖是一死，如果可以死在关内，起码可以享有南亩之官，故乡之土。所以秦桧下定了决心，竟然三令五申，大寨之内不得潜逃，凡拿获者即行处死。此行你可要想清楚。多谢太后关心。其实我这逃亡之路是用50两黄金铺出来的，这一路之上都已经打点好了。若微臣命不该绝，月底应该可以回到家乡健康府了。太后，其实微臣这次来，除了向您请安之外，我还想问问您，是否愿意随微臣千里同行？同行？嗯。太好了，能与秦卿同行，天经地灵，众神护佑。若太后应允，微臣马上去安排。不行，两个皇帝都在这里，哀家走不了。何况太上皇病得这么重，我怕我还没进山海关，他就已经进了鬼门关了。
否有意写几个字，让微臣带回临安，转呈皇上。好吧。你那小皇帝不要你了，过来！你就从了我吧！放过来！你放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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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求你了！我求你了！你放过我吧！Thank you.
下来。妈，你呀！中计了。你先回营，本将军一定为你转达。多谢王将军。嗯。这岳飞好手段，我做第二队就是想给他难堪，没想到他不用我救应，一出来就得此大功。将军，末将认为岳飞这一路上不知还有多少的功劳，这个功不能算给岳飞。怎么讲？岳飞凡事经您才能上报，这功劳不如算在您身上，反正上面一贯是不会插队的。这一功我全且得了，以后再与他报吧。你马上修好文书，差旗白官送往大营去领赏。是。兄弟们过来，待会儿等金军一到，给我杀他个片甲不留。王贵，你到后营王谢将军，拿口袋400，火药100弹，还有挠钩火炮、火箭。牛皋、杨再兴，你们带100士兵将乱石打下，叫他无处逃生。张宪、傅庆，你们带200人马，在山前听炮响为号，一齐发现。是。去吧。牛皋。哎。待会儿去打金人的时候，你一定会看到一个长着大驴脸、骑着一匹大花马、拿一把大砍刀的，那就是詹憨。你务必把他给我擒回来，要是抓不到他就别回来见我。你放心吧，大哥，他就是长上翅膀我也把他给你揪回来。哼。宗帅。什么事啊？岳飞派人去取口袋火药等物，不知何用。末将细想，岳统制领队在前，未曾败绩，怎么第二队的王谢反而惜败金人，得了头功？此事必有情弊。我也在怀疑此事，正欲探究，倘若有人冒功领赏，那不是英雄气短？以后谁还在为朝廷卖力啊？末将请命前去探听消息，不知宗帅意下如何？也好，你前去打探，速去速回。是。驾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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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元帅，这岳飞用兵如神，末将带来的5000军马折损过半，伤者不计其数。你这个无能之辈。报。
林大帅，前面山顶有南蛮扎营，请令定夺。大帅，怎么办？既有南蛮阻路，今日天色已晚，就地扎营，且明日用兵。今日安营了，不来象山。明天天一亮，敌众我寡，这面该如何是好？你们都给我在这儿待着，都别乱动。我去一群人过来受死。将军，您一个人去不妥吧？是。
给大哥传信。好。神机妙算，我牛爸是神勇无比，我把詹寒给你抓回来了。哦，啊对，来人，啊对，来人，把他押出来，给我把牛狗拖下去砍了。啊，大哥，为什么砍我呀？我是怎么吩咐你的？你中了他金蝉脱壳之计了。是什么金蝉脱壳？叶将军，此人不是詹寒，此人是杀害刘葛将军的拓跋野乌。你这小子，我去你的！你敢骗我，骗你牛爷爷，打扮成这孙子样！哎，大哥，他装扮成这样，我真的以为是詹寒呢。你要是真把我砍了，你连同他一块砍了吧。大哥，念的牛皋是无心之失，上了他的当，饶他一次吧。大哥，牛爸活捉了拓跋，也算立了大功一件，你就饶他这一回吧。是啊。好吧，念你是初犯，就饶你一命，下次再无我的军情，我绝不轻饶你。大哥，不会了，不会了，绝对不会有下一次了。俺牛爸又不是糊涂人，是吧？你放心，我不会有下一次了。拓跋耶乌，好久不见啊。叶将军，叶将军，你饶了我吧。
我在蜈蚣山的时候就饶过你一命，你不但不思悔改，居然还变本加厉。来人，给我把他脑袋砍了！叶将军，你饶将军在天之灵！叶将军，你饶了我吧！叶将军，叶将军，你饶命啊！叶将军，叶将军，你饶命啊！你饶了我吧，叶将军！我再也不砍了，叶将军，饶了我吧！叶将军，饶了我吧，叶将军！我再也不砍了，叶将军。将军，我将替你报仇了。